有人骂他是和尚，有人说他是僧，这印度男子是谁，他为什么来，有人骂他是和尚，有人说说他是僧，他治好你的和我的病，他为我们做玩具，他教我们打架外语，我们唱海尼儿歌，他也看马瑞马龙的地龙文诺的他看个地龙Yeah.